这样的一个暴力事件，我们非常遗憾，也非常难过，所以我特地来慰问那些亡人的家属。那这种暴力犯罪是法律所不容的，这样的一个遗憾，家属因为只有一个女儿，她又是单亲，所以我也请我们新竹市警察局全力来协助家属办理他的一个后事，另外也针对这次的暴力事件的起因，对我们新竹市警察局的民警的一个办案的效率以及因为的一个行为，也特地来感谢他们，来肯定他们。